起来啊！大家好，我老雷，今天来到了美丽的香宁。香宁有国家五A级景区、云丘山，还有最大的红酒厂，融资酒庄。我说香宁是好吃的呢，香宁好吃的多了，有香宁空军预约兵，香宁有糕，还有就是香宁的饸饹面。走，我带你吃一碗饸饹面去。哎呦，给我回籽。 这回子，赵哥，我老雷今天咱们做香宁饸饹面。飞哥，给我一下饸饹面去。好，好饸饹面，动作要帅，清洗一下。先给羊骨头穿一下水，去去腥。哎呦，飞哥飞天不能少。快咋的？开始吃羊肉。这羊肉美吗？哎呦，美吧你呗，美的美。 等会儿，老雷，王淑妃香蕉能治便秘，我用了以后一点效果也没有，这怎么用的呢？你咋用的呢？不是用的，哎呀，把洗干净的骨头熬下汤，高汤已经熬上了，咱们现在用羊油做个红油，大葱、香葱、洋葱、香菜根，还有生姜，炼个料油。香宁饸饹面必须用香宁的豆腐做。 香宁的豆腐也是一个特色，切好的豆腐，来点食用盐，再加入开水，让它泡一泡。为了防止这个辣椒粉炸糊，咱们先少来点凉油，先搅拌均匀。老雷，晃凉，晃凉，晃凉！哎，别着急，再来一把花椒。捞出不用，开始泼辣椒面。锅里有底油，放葱姜蒜，干辣椒，炒出香味之后，放入切好的羊肉。 炒出锅气之后，加入豆瓣酱、生抽，咖喱头。羊肉炒香之后，加入高汤。味精鸡尾五香粉，咖喱头。再来一滴六咸盐。泡好的豆腐，咖喱头。羊油辣椒油，咖喱头。哎，这汤一下就绝了。生抽，咖喱头。 要想香上香，再来点蒜油。又是这个多豆粉，走，吃饭。一二三，哟，嘿咻，嘿咻。老雷，饭好了吗？ 这送啊！看起来的，哎呀，又是面，抢到好多排队去。可是这也跟过，哎呀，排队，排队怎么不让你吃？哎呀，他们不能插队啊！这次谁赢谁？羊肉，哎呀，这份额的比份额多了呢。好，哎呀。 绝了啊！咱俩插队了，就干过了，我没插队。哦，豆腐吃不累。 以前不吃汤，你是啥回事？地方小吃，大鱼大肉呀，都会吃。哎呀，老雷，看这美的美啊！好吃吗，孙子？美美美！哎，给俺再弄一碗。嗯。哎呀，这面，哎呦！ 哎呀，好吃，这是翡翠啊，家伙！哼！啊，太安逸了，太美了呀！以后别送饭，这面这也好使，自己开个店去。卖回去好吃，美的美。再来一碗。
来一碗。我也再来一碗。走，我还要俩。